怪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 小刚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快就走啊？小刚，你怎么了？小刚，喂，小刚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开坛做法，把尸油涂在身上，然后再贴上金箔，那么就可以转运解降了。 驱走邪气，谢谢居士了。<笑>我是香港财经电视台今日追击的节目主持人和记者肖雨燕。啊，肖小姐。 其实我这一次来，本来是要追击一对发展地下情的男女明星的绯闻，但是却无意中发现了男的中的降头，女的束手无策之下，遇到一名巫师说可以替她男朋友解降，但是男的又突然失踪，弄得整个事情扑朔迷离，非常的引人入胜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件事跟我无关，翁小姐，请你讲一下你朋友中邪的经过。 好的，其实这件事情是发生在3个月前，那时候大刚去泰国拍戏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有联络，但是之后他就失踪了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哎，就是那个巫师，马大师，他果然名不虚传。 他们在干什么啊？哎，你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啊？哼。<笑>
你以为我是个笨蛋吗？如果有人暗中跟踪我，我一定可以摆脱掉他的。哼，你放心好了。这个老小子，我劝你放弃吧，你再念什么经也没有用，世上没有任何一门功夫可以比得上我所学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灭你的元神，要你永不超生。万劫，你是一片好心还是说实话好了？究竟我弟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谢谢你对我的夸奖，我一直都在说实话的。你弟弟他当然有危险了，但是会逢凶化吉。